韩国寺庙饮食用的盛器叫做钵盲，称为钵盲供养。僧侣用钵盲吃饭是修行的一样，有严格的礼仪，吃饭时不会讲嘢。我哋亦静静地，唔好出声，睇下钵盲供养系咩一回事。我爱苹果，日对夜对，朝夕相对。快啲订阅苹果动新闻，一击搞掂。